斯美迪，来自马来西亚吉隆坡，是从事在教育的行业。我想在整个16天的工作坊里面呢，我觉得每一个导师所教的我都有蛮大的深刻的印象，每一个过程里面我都体验了很多，这些都是我从来没有学过的，对我来说是很有用的。与人沟通的时候，还有跟我孩子沟通的时候呢，这些方法我都有用，然后再看他们的眼神啊，看他们小动作啊，我都观察到很多的东西，跟他们沟通的方式有不一样的进步。做咨询的时候呢，让我的顾客会更加舒服地表达他自己。NLP 是每一个过程都可以自己去安排，看怎么样运用，它不是死死的。如果从外表来说呢，也许老师给我的感觉是比较酷的啦，比较严肃的。他带下来的这几天的工作坊里面呢，我觉得蛮开心的。其实他有他的幽默，然后他的教学方式呢是我很喜欢的，因为他是可以整个过程很详细的让我们知道，当下如果你真的有发问什么问题呢，他会当下就让你了解清楚，他也不会浪费大家太多的时间就讲重点。我觉得这部分是我喜欢的了，所以在他的教学方面是蛮适合我的。